这句英文要怎么说啊？让我告诉你。我代表欢迎收听这句英文怎么说。我是 Erskin，and I'm Duncan. Welcome to episode one hundred and thirty two. 欢迎来到我们第一百三十二集。没图没真相。我们说讲话要有凭有据，发文要有图有真相。那如果没图没真相，没有图你就不要想要说服。嗯，那既然你说你有在。 健身是不是也应该那些照片来看看？嗯，没事，当我没说。呃 <laughs> 今天的主题句呢，就是“没图没真相”这句话，通常是用在网络发文的时候啊，然后有些人会故意在文章标题放入像是辣妹啊，或是帅哥等等这种 keywords，然后来吸引大家点进去文章观看。但很长内文就是。 不会附图啊，或者是缺乏一些大家想看的内容，然后呢，所以这些网友啊、乡民就会气得在底下留言说：“哎、欸，没图没真相啊，图嘞！”嗯、这样子的这种状况，就用到这一句话：“We need pics, you need pics。”对我们需要照片来证明。OK，一秒切换无形工伤时间。英文学了好多年，阅读写作总是第一名，但口说好像还是差强人意，这样的你有点可惜。 但没关系，让口说救星赖世雄来拯救你。赖老师将自己从完全不会讲英文到让别人以为他只会讲英文的独门秘方，通通告诉你。上完这堂课，你的英文口说绝对会让亲朋好友还有主管都耳了改打击。现在这堂课英文口说救星正在优惠中。讲到优惠呢，怎么可以忘记正在收听的你？结账前记得输入 “speak 两百 ”，s p e a k 两百。 价格优惠可以再折两百哦。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没图没真相”。那 Duncan 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呃，当然，我我看到中文马上知道英文会怎么说。对，这是这是常听的的表很常听到。好，那我稍微解释一下，“没图没真相”的意思就是说，哦，如果你没有你在讲话的时候啊，如果没有图片能看的话，就好像。 No or it didn't happen," or "pictures or it didn't happen." Yeah. Just when, when people started telling stories online, uh, it was it's hard to believe everyone. And some stories are 太乏匠, <get> too exaggerated. So, People want extra proof 要证明，为了为了相信谁的故事？对，对或者是蛮常就是说我跟我跟别人说，哎、欸，我我在路上遇到那个谁谁谁，就跟那个艺人啊，或者是名人。嗯、然后你朋友就会说，哎、啊，你又没有拍照，没有照片，谁会相信啊？的这种感觉，嗯、所以他就会跟你说、啊，没图没真相啊，这样子。好，请 d a 再帮我们念一次，没图没真相要怎么说？Pics or it didn't happen。那这里的 pics 啊，指的就是那个。 pictures 的縮寫嗎? Yes. P I C S pics. 对, pictures. Yeah. 那这个的, it didn't happen. Yeah, yeah, yeah. Saying like I I don't believe that it happened. 但是好像如果, uh, 对于现代思想, like shudding like So it's kind of like mm -hmm. if you can't prove it then Like, there's no way to know if it did really happen or not. 这这一句话我们想要补充的是，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嘛，有些状况就是会用到这一句话，像是你看到艺人啊，或是明星的时候，那名人啊、艺人这种在英文里面要怎么说会比较好？嗯，呃、uh,，celebrity or artist，你也可能会听 like star or actor 说不定，但是 celebrity 就是最最普遍、嗯、最、嗯、最普遍的说法。<对><对> 那可以请 Dan 看帮我们拼一下 celebrity 吗？Celebrity，C E L E B R I T Y。Celebrity。那还有另一个 artist 要怎么拼呢？Artist，A R T I S T。I、S T <S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这句话，其实是就是网络上面的乡民啊，还有网友很喜欢讲的一句话。那这个乡民网友英文要怎么说会比较好？嗯，um, 这比较比较。 最近发生的英文就是 netizen，就是 internet 跟 citizen 又又合起来变 netizen，、oh. 所以现在你可以用这个说那个，like people online are netizens、yeah.。对，刚刚有说到这个 netizen 其实是由 internet 加上 citizen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嗯、它分别是网络跟居民的意思吗？ yeah, yeah. It, just mm. the people online. Uh -huh. so yeah, kind of. just the rubonisang shang, wang lu, joss, ego, shou your community. yeah, yeah, the people using mm. the internet make up the the residents, the people uh -huh. that live on online. so, george, i'm a netizen. yeah, ne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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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i-z-e-n. how now, meng so that's 如果你没有图片可以看的话，就好像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对方说的是事实。那这个所谓的证据在英文里面要怎么说会比较好？嗯，啊、呃，有两个字，你你两个都可以用。一个是 proof，proof，like we need proof，show us pics for proof，that's p r o o f。对，另外比较强一点是 ev evidence，evidence，e v i d e n c e。V I d e n c e 这两个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到吗？都会，都会，都会，<对>就是算是蛮普遍的用法。对，其实他们对看每个状况可以随便替换这两个。You don't have proof of that.、嗯、you don't have evidence. I want proof. I want evidence. 都都是差不多一样，那个差不多的用利用的频率。哦<对>，OK OK。好，那刚刚就说到嘛，如果没图没真相，我就不会相信你。那 关于我不相信这个说法，有一个比较比较口语、比较道地的说法，也也对，会怎么说会比较好？嗯，I don't buy it. I don't buy it. 对，还是嗯，有一点一点脏话，就是 I call BS 嗯。嗯，BS 就是就是 bullshit 对,对，so I call I call，你也可以说 I call bull. I call bull，不一定是要加那个那个 shit 的部分。 刚说我不相信的这个说法，I don't buy it。这个的 buy 就是对，就是那个买的那个 buy，b u y、嗯、的意思。但是你你看到这一句，你看到这一句，你不要想说是什么哦，我不要买什么东西。对，但这句这句话意思其实是说我不相信，就是很像说，中文很像是在说。 我不会买单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相信你说的话，我不买单，嗯、有一种这种感觉，可以去用这种方式来联想，而不是说看到这个 I don't buy 就好像是说哦，我们要买什么东西，对，你、嗯、真的没有要买东西。它它像就是你这样的话没有没有价值嗯，意思，对，讲的话没有价值，所以我不想要买单的这种感觉，对、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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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對 of course, the the traditional basic way of saying 我不相信、嗯、就是 I don't believe it. or i don't believe you,還是trust的可能是i don't i don't trust it,i don't i don't trust him or i don't trust you。這樣,但只是這樣好像比較 聽起來是很認真的事情。哦,很認真,對對對。比較像是在談論 震惊严肃的事情，Yeah Yeah so, 会这样用。So I don't buy it, or I call BS is more casual, more、mm hmm, more fun. 嗯嗯嗯对，可能就是你朋友跟你说，哦，我昨天遇到路上遇到谁谁谁，<對>然后你就说 I don't buy，it, 我才不相信嘞、欸。他那有他那有那么容易遇得到的这种感觉對？对，好像如果你说 I don't trust it，你好像在告诉你的朋友，like 啊、哦，我真的担心这个事情，<laughs> 这是一个很严重，<laughs> <Yeah. S 1> 很严重，对对对,對。 好, guess what? i bumped into black pink on the street yesterday, and they're just gorgeous. Huh? no way? pigs or it didn't happen? where's the picture? come take a look. let me show you. hmm? are you kidding? this is black pig, not black pink, okay. okay, so i'm 图嘞，<Today. S 2> 来来来，让我拿给你看看。嗯，你这是 Black p i g 吧？不是 Black Pink。好，接下来文化闲聊的部分，我们有也很好奇，说美国人也有这种说话要有图为证的习惯嘛？就是你可能跟别人讲一个故事啊，嗯、或者是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对方就会说：“哦，你要给我看照片啊？没有照片，我怎么我就不相信你说的？”这种感觉有有有。其实我觉得在，在在现代美国的社会。 Like, 这句话好像影响那个 regular life like, mm -hmm. 不一定是在网上在电脑的对话你可以用这个 mm -hmm. mm -hmm. So like even friends talking about like what they did over the weekend like, 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说 Hey, Pixar didn't happen 他们不一定其实如果是好朋友的话他们不一定不相信他们可能就是会用这一句为了让你讲更多 Like they want to hear mm -hmm. hear more of the story So they say like

我们台湾的这种论坛或是网络才有这种习惯，发现其实美国文化也有这种习惯，就是你在讲一段一段故事的时候啊，然后对方就会想要借由要你拿出照片，其实他是想要知道更多 details 的感觉，嗯，这样子。你你觉得在在台湾还是在在网上才会有这种蛮多的？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就是其实这個、这个文化起源就是说，哦，有些人说，哦。 他在路上看到，比如说一家店，他看到一个女店员很漂亮，或者是男店员很帅，然后可是他却没有把图放上去，对。然后呢，下面的网友就网友就很急，他说：“啊，所以他到底长得怎样？I wanna show, I wanna see his his or her face，、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就是说，啊、呃，你要有讲话要有图为证啊，就是 pigs already didn't happen，<Yeah. S 1> 就是觉得哦、oh,，no，you are lying，可是 you you didn't post any pictures online，这样子的感觉。嗯 啊，他对，对好像是如果是陌生人有有这句话，他们 like they don't want to believe you, they think you're lying <对>。但是如果是朋友还是就是跟你关有好关系的人，他们好像就是 like show us more, tell us more。<laughs> 我们我们很好奇，<laughs> 对对对对对，对对会有这种感觉。嗯、好，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主题：没图没真相。这个英文要怎么说呢？Pics or it didn't happen, pictures or it didn't happen。 OK，好，补充学习的部分，我们提到，如果我遇到的是艺人啊，或是名人的话呢，那他要怎么说会比较好？Celebrity 还是 Artist？这个 Celebrity 可以请丹肯帮我们拼一下吗？Celebrity，C E L E B R I T Y。好，然后因为这一句话是从网络的乡民啊，网友起源的，那网友跟乡民这两个字要怎么说呢？啊、uh, n e t i z e n 这是比较比较。 新的的发展的英文，netizen，n 嗯哼 e t i z e n。E t I z、e n 接下来就是证据。如果你没有提出照片的话，我们就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你说的是真的。那这个证据要怎么说呢？嗯，英文你可以用 proof 还是 evidence，两个两个都行。那如果你没有照片的话，我就不相信。那我不相信，要怎么用比较道地的说法呢？I don't buy it。 I don't buy it，或者是比较粗俗跟朋友说的话，<laughs> 可, <以說 S 2> 可以怎么说？I call BS，还是你就可以说 BS，<laughs> 还是 bullshit？<laughs> 对，就是这么直接。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这个节目是由常春藤的团队学英文爸制作，欢迎你到学英文爸的网站 ivbar.com 的 TW，或是 ivbar 的 IG 复习 Podcast 的内容。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记得按下订阅或追踪，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个百星节目了。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有没有被要求出示什么照片啊，来证明你说的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我是 Erskine，and I'm Duncan。我们下次见喽！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everyone. Bye bye. Everyone. bye, bye.